上层有跟我讲哦，因妹是伊的宝贝，也佮有哦，因爸只有拄到因妹的时阵才会放软。我若是想要入去酒家，就一定要先甲因妹打好。要入因酒家嘛是真简单呐，啊，不过要安搭因的人是真困难。我话先讲哦，我迄个派到店的大家哦，已经下令叫我袂用去插酒家的代志。我甲你斗三工，你才慢慢讲。我哪有这白目啦？你是我的外孙呢，今仔日这么重要，你等下我教我是安怎做，才会当让永成妹对我一个好印象。啊，毕竟你较贤讲话啊。对啦，你遐敢有迄个查某囡仔的相片？先给我看卖呢，我会当让你淡薄意见。你算好运诶，参像这个年岁查某囡仔，即马是上爱耍、上爱水，搁上好骗。你若甲伊讲几句好话哦，伊就会真欢喜啊。刷落来啊，你就带伊去逛街，买衫、买包包、买化妆品。我敢甲你保证啊，明仔载哦，伊就叫你阿嫂。敢是真正尔简单？你无骗我吧？听我的就无唔对啊，你爱记。你咧买物件的时阵，爱较大方诶，算是下重本投资。伊若介意啥，你着拢买予伊。你目头毋通干，好好安搭即个小公主。那呢，你要入门就真简单啦。是讲哦，做新妇有两个关卡，一个是大家，啊一个是小姑啦。你若好好安搭即个小姑，你伫酒家的地位算是徛稳一步。我今日超工找你陪我来这永城相会，真正是找到人啊！你唔来遐看人，佫知影怎甲小姑相处。等下若是有甚物状况，你着紧教我几招哦。迄是当然啊，我对付过两个大家算是有经验。你哦，紧找时间补妆一下，然后永城相会一个好印象啦。佫再安怎讲，你嘛比吴家璇佫较少年呢。是的。这款包包够着看，我背你。这啊，是我拄仔伫机场买的最新款的包包。哎、欸，你安尼啥物意思啊？你是看人无啊？就是啊，你甲阿勇干安尼，我还走拢废去啊，是变怎见人啊？你应该电脑感谢我才对啊，拄仔迄个款式真正足无适合你的。伊敢若有你的气质，本来已经足 low 啊，起码变得更 low。啊！我可能你去会甲我换掉，才会出来见人。啊！你若真正唔知影啥物叫做气质，你通去找永宝集团化妆品专柜。到时阵你就通报我做永琪的名，我会叫人亲自甲你接待，让你知影啥物人适合啥物妆。原来你就是做永琪兄妹，做永琪啊！啊！我甲你自我介绍者。我叫做倪小星，是曾永成特别叫我来家里的。最近的空气污染敢那较严重吼，无怪啦，我过目睭安尼雾雾看袂清楚，啊，经查某人的眼光变遮歹。可能是咱头一届见面，啊，你对我有偏见，要唔讲咱豆豆熟悉了，你得甲恁哥共款介意我。歹势。你讲话足趣味的呢，
看起来，阮阁是还袂甲你讲，我有一个一世人都改不掉的坏毛病，迄就是我有最严重的洁癖。我想推下拉什么啊？只我过来吼，我就全身不舒服。啊，麻烦您吼，把手拢伸出来。人伫外口吼，就爱开心来啦。啊，拄着垃圾物件，消毒喷袂就好啊。啊，既然你是来带我转去的，咪哥吼，啊，我的车咧。你即摆是你讲想拍咪啊？车给外口人，我带你去。哎呦，原来有晦气的人卡着这么不爽快，我规个人拢惊鸡毛皮。我甲你讲，你离我较远的啦，到时若出代志，莫讲我把家己禁锢。我是安怎袂当我哩啊？啊，恁哥叫我来接你，就是要甲你培养感情的啊。迄是因为阮哥的背脊较轻，才会卡着伊。那我背脊足重的，较早遐妖魔鬼怪若拄着我，拢家己撤退啦。所以我是惊我卡着你这只妖精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找到真够骂人诶！恁爸妈无甲你教，爱尊重时代，尊重你未来大小事嘛？你这个查某人阁是啥啦？你敢那足面熟诶？哦，我知啊，你就是迄个八卦新闻，迄个林家婚外前新妇。吼、哦，你本人看起来较操劳呢。歹势啦，拄仔无甲你认出来，啊，敢过我送你一撮保养品。永琪，今仔日看见恁哥的面子上袂甲你计较，我甲你讲，我甲恁哥是真心相爱，两个人嘛已经做伙啊，起码嘛算是你半个大嫂，你对阮讲话嘛是爱尊重啊。半个大嫂，不过伫我转来之前，我从来嘛无听我厝的人安尼介绍你呢。我感觉知影有一个伫阮厝的乌白母的妖精，啊，搁知影阮哥敢若有人下降头，互一个查某人安尼迷甲乱七八糟，连阮爸的话嘛唔听，敢讲是阮爸乌白讲害我误解你啊？恁爸对我确实有淡薄误解啦，迄拢是因为你迄个大嫂吴家璇，伫恁爸面头前阿伯乱讲话，加挑拨离间。是啦。吴家璇表面上看起来真温柔体贴吧，啊，不过心肝内哦真恶毒，伊真正是标准的双面人。吼、哦，原来你这么委屈哦，歹势啦，半个大嫂。安尼，你敢愿意跟我重新熟识？我有一个好所在，就是和咱重新熟识彼此的哦。你敢要跟我去？当然好啊。来陪我练习，让我重新熟悉你。永琪呀、啊，啊，这种不随活动我唔捌啊，咱是要怎经过这个活动才互相熟悉？我搁再讲，你才拄落火炼机尔，一天真忝吼。这种活动哦，足需要是体力，你伤过疲劳的时阵会伤到筋骨啦。啊，不如我先带你回去，练功再搁陪你来啦。我就是火炼机坐伤过久，我规身躯的筋拢在疼。我们就要来疏通活骨。你要疏通活骨？啊，你规日去拍沙包就好啊。那得小心陪你练习。佮用甚物培养感情做理由？我看你是要趁这个机会拍伊糟蹋伊啊！糟蹋伊！柔道是一个遮尼健康，佮通快速人品的运动，我哪会伫糟蹋你？较早我是会甲我的嫂去滑雪、溯溪、攀岩，这是比柔道是搁较辛苦、搁较吃力的运动呢。较早伊完全拢袂记住我，而且我甲伊的感情就是迄阵培养起来。是讲你的表情看起来遮尼勉强，你是无想要甲我培养感情？安尼你搁要想要做我的大嫂？是谁讲我无要甲你培养感情？你也是想要活动筋骨，哪能有当然义不容辞啊？
啊，唔过，唔过啥？我是要讲，恁妈妈已经伫咧厝边等你啊，所以哦，唔通等伤久。啊！哎呦，我看你面对我的态度更加低，我想讲你又够足软的，看起来敢那不是安尼哦，我搁甲你笑者。 我拜托勇气，你莫给我阿华，我会出来等你啊！我这边已经痛到没有半点痕迹，我都喘气啊！你那个都袂调啊？哎，小心的，讲伊无得喘气啊！你敢唔肯放伊煞？你根本就是一个零丁的！你敢有感觉我伫甲你零丁？我感觉咱是伫培养感情啊！ 没啦，那是啥物连体啦？我感觉吼，我即马，规身躯吼，拢较松啊。你确定？阿姨都安尼讲啊，你搁咧烦恼伊？来，咱继续。 人行只食煞袂倒，你这就是心术不正，拢会行迄种歪路，你根本就会拢会歪歪去啦。我安尼凊彩读一日就倒头栽。你讲这话敢袂伤过超过啊？你叫小心陪你练习，既然踮啊正口倒下，等我坐到你面人哦。你唔甘意哦？无安尼，你来替伊甲我练习好啊。恁两个培养感情就好啊，跟我啥关系啊？哪里你给我点点，你边啊等，我都给你掠过来做伙练习。是啥物我也袂知。啊，恁来穿干呢？我知影，我给你检查一遍。 诊断确定，你就是无良心，所以你即摆心中出了大问题，你就是因为你血路拢未通啊！你看，你头壳内底拢空空，因为你除了害人的计划以外，啥拢无，这拢是因为你血路太刁的。若果安尼落去，你后摆会老少紧，嘛死少紧的。今仔日就互我来给伊忏悔咯。我怕啊，我怕啊！ 想袂到周扬青小妹，竟然这么傲慢。好啊啦，我拢已经痛啊，拢痛啊，莫阁怕啦。安尼，你应该知影，毋是啥物人拢有资格他入来阮家，因为有我，我这个门神，我目睭足金的。有啥物人哦，想要伫我面前变鬼变，我拢会互伊现出原形，互伊照歹看的。原来你讲要找我好想了解，根本就是要认定我照靠。 是讲安怎，毋是讲安怎，我你要甲我告倒？我毋是想，我迄天咧做，我无大你的火，我无大你的背，你竟然咧创地话。对啦，爱甲周永成讲啦，计好我甲陈小妹，无大无细，无残无疾，阁无事无悔啊！ 你若敢动手，我就甲你罢工。林小新，你讲你大我背，啥物背？我看你除了比我量背以外，你大啥物背啊？光辉我阁对你遮好，甲你调养身体，阁甲你讲阮周家的家规，你甲我讲甲遮歹听。唉，我看吼，真的大嫂甲半个大嫂真正是无共款。 让我的家选手将来嘛唔能够回归我，啊！你今仔的表现足歹，我即马就要转来甲阮爸妈讲我的验收成果。你吼，连替我做的表率资格拢无啦！哼！哎，永琪啊，你是要甲你爸妈讲啥啊？我都已经叫你配合你，你搁答应无满意啊？啊，永琪！
真害啊！你小心，想要利用周永成小妹，伫酒家占一地，结果因小妹才哩傲慢着。这你小心哦，唔管有嫁入去无嫁入去，日子赶快歹过。啊，不过续落来，要得到周董的支持，是愈来愈困难。